Hello, 我是阿怪，今天要介绍全面失控。全面失控是由 Cooper 代理的丧尸题材末日生存策略游戏，而并以电影《失速列车》联名合作。而故事讲述了某公司研制的致命武器泄露出了僵尸病毒，肆虐全球。玩家将扮演灾难的幸存者，必须找到其他生存者，努力建造自己的家园，一起生存下去。而战斗采用的是即时战斗方式，在丧尸向我方靠近的时候，就会自动产生攻击，也可以在地图上增加机枪堡垒来保护自己。而在后期角色人物变多之后，可以使用更多的技能，也可以移动前排的人物做出更多样的攻击。除了策略类型游戏核心建造、经营、战斗等玩法，还加入了塔防、探索等更多策略玩法。在大地图上遇到大量的丧尸，也会触发战斗，而战斗的模式就会改变成类似世纪帝国的画面。而在地图上遇到幸存者，也可以将他们召入在家园当中。而每个英雄角色的技能都与末日前生活背景密不可分，不同的组合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。而游戏预计在8月7号就会正式上市了。那让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全面失控，立即预约。我们要开始了，我们今天要玩这款游戏叫做全面失控。对，就是跟那个就是跟那个电影联名合作的那个全面失控，失速列车联名，对，没错。那其实我看了蛮多资讯，我发现它好像跟失速列车没有关系，就是同样都是就是这个丧尸的为题材的。那我们现在试试看，那游戏应该是预计在8月7号会正式上市。怎么玩法怎么有点像是半即时回合制的那种感觉。那刚刚其实他先前故事有大概讲解一下了，就是他们的背景故事就跟一般的丧尸故事差不多。爆炸了吗？声音是不是有点小？我们把声音开大一点。Sorry, Becca.后面的人是受伤吗？所以他其实就是像是策略性游戏嘛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策略性游戏的玩法。那策略性游戏的玩法就是策略型，但他刚刚加入的不一样，就是像是有点像战争型的回合制吗？那像是回合制吗？有点即时回合制的概念。好，我们现在先点选就可以领取到的东西，这还蛮简单的。建造农场吗？对啊，是有一种建造类型的游戏啊。为什么那个人一直唱衰我？我们现在要点把这个路拓宽一点吗？是稍微失望一点，就因为觉得会跟那个失速列车有点关系，就但是。其实都没有，对啊，毕竟他们就是联名游戏而已。不过有些人说他这个游戏好像之前就有出，对，因为他之前是出英文版本，这是什么打 boss 吗？之前是出英文版本，那现在是因为在台湾上市，所以才出了国际版，不是台湾版本，就是国际版台版这样子。我们就要点选的即时战斗的吗？没有啊，有点像半回合制的啊。啊，这里好了，半径可以打多一点了。欸，可是我们的狗很危险，我刚刚如果把它放这边就打不到上面了。射到啊，我的距离超远了。这个什么？我的狗快回来啊，会死啊！就这样胜利了。也太快了吧！作战守则2啊。问其他，因为他其实在看一些介绍，他还有一些特殊的玩法。We were lucky。修复，我们刚刚立即完成啊，可惜他上面有写着 VIP， 有点可惜。
市政府升级到二。海量资源报纸要170块哦。就这样子，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做吧。升级咧，立即啊，哇，升级了。我大概可以升级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续。清理成两次是什么意思？这里，哦，这种杂草还会长出来，我们自己就是把它点掉就对了。为什么还有这个？这应该是好人啊。对，在台版的话有一个特殊的人物，台版的特殊人物好像叫什么蔡宜珍之类的一个人名，他就是专属台版的人物，这样子英雄人物，因为他其实是以英雄主义为主啦。像我们现在就这个，走，我们往前走啊，我们就是这两个英雄嘛。然后台版还有新的英雄这样子。好啦，我们只能这样子啊。哦，下面好多人哦！人家跑超快，僵尸跑超快的。我们狗是回来可以恢复血力量，是不是啊？爆爆爆爆爆！快炸快炸快炸！哦，还好。哎，我没有人啊，我没有这个人啊。有了，得到这个人是不是？得到那个英雄了啦。我们现在得到这个英雄了。建造，还有建造一个雷塔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加人啊？我们多了一个指派 ，OK， 我们多了一个英雄啊，那是最多三个英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走吧，展开交战，变更地面来选择他站的位置。哇，他可以站这里哦。啊，没有射到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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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闪远点！哇，还不错哎，竟然有这种玩法！完了完了，有人来了！哇，我们要恢复墙壁啊，还蛮有感觉，其实。升级啊，先升级农场啊。噔噔噔。欸，蛮好玩的。默默就觉得蛮好玩的。修复。他直接一按就修，轻轻轻松修，一键修复，那叫一键修复。我们来看一下英雄，这就是我们主角吗？欢迎 Luke！ 哇，有好多人哦！其实有好多英雄哦。哎，我们这没有吗？我不是一直都有这个吗？
哇，黑帮老大，这还看不到啊。好，不管看能不能先升级。英雄等级不足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用的哦。他刚刚其实还蛮重要的，用一下。太能生了。前往仓库要等级二。我们赶快把这升一升。可恶啊！要做一些这件杂事才有办法让我升级啊！再升一下。我有这东西吗？敢要买啊？要花钱钱啊，等一下好了，先攻击完再弄。出征，这是另外一个出征的模式吗？哇哈哈哈哈，救援。因为我都没有看到我的兵力有多少。副本跟外面地图是不一样的，完了完了，我觉得我人不够啊。去收编。好，收编完了。收编完就可以再打吗？再打一次。感觉这次人比较多了，而且还有机枪，我的人都不会死欸。好了，清空了，可以来修理修复了，建造一个木材。木材房，修复围墙。哦，我们修复完了，应该变大了吧？修复英雄中心，这是什么？等一下啊，修复英雄中心，但我想看英雄中心干嘛。What are you looking at? 哦，他这个可以升级吗？是要素材够是不是？素材够之后还有很多的技能呢。感觉可以吗？我刚刚看到是收这些耶，救援，所以我救援就把它按掉就好了。救援我们就可以增加兵力耶，但是我学我蔬果可能要多。这是什么副本吧？来吧，副本。哇，机枪要先帮忙的啊。
我那个人跑超快的。散弹也是有它的用途的，所以他就回来。爆！快爆！出阵！英雄神经升级，我以为他可以招募哎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招募啊。只要先清空啦。OK， 清空了，然后修复围墙。啊，这还没好啊，真是的。那我们先看木材，木材升级。四级才可以清理这些杂物，不是杂物，杂碎。哦，升级了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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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。